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春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齐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恋爱这么久，你一直自以为是地教育我，管着我，难道咱俩在一起的意义就是不停地否定我吗？你的想法总是那么不切实际，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你从来都不懂得表达爱意，我对你的情感也在你的冷漠中消耗殆尽，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坚持。你说我对你不信任，可你的逃避也一直伤害着我，这样没有规划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们也许该重新考虑未来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张25岁，来自天津销售，女嘉宾小王25岁，来自天津设计师，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认识好多年了是吧？对，认识很多年了。多少年啊？6年多。咋认识的？之前在一个社团。啥社团？篮球社。你是拉拉队？不是。你也是运动员？这事儿说来比较巧，你让他说吧。哦，当时啊，是我跟我朋友打了个赌，然后他说我报女子篮球社肯定报不上，然后之后我就试试呗，结果报上了。对，真是这样。我们两个认识在女子篮球社上的。就这么巧。对，是真的。当时是因为可能是把那个性别搞错了，当时老师还挺奇怪的，就怎么会有一个男的出现，挺搞笑的反正。啊，行行行，后来怎么谈的恋爱呢？当时是我教他打篮球，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站在篮球框底下，他都投不进去，然后之后也莫名其妙就在一块儿了吧。啊，也莫名其妙在一块儿了。啊，你是挺敢说的啊。啊今天来是。主要是我想解决一下我俩之间的一些矛盾。哦，我们听听矛盾吧。就是这样的，我俩在一起了已经6年多的时间了，从毕业到现在将近2年了嘛，那至少换了7、8份工作。有时候他辞职了，他都不跟我说。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至少我应该是有知情权的吧。我觉得他到现在还跟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什么叫长不大的孩子？主持人跟您说，那几个工作，首先工作环境实在是受不了，装修差得要命。再有就是说，同事之间互相勾心斗角的，然后我是去参加宫斗去了，还是工作去了？领导天天给我找活，拿我当免费劳动力。哎，你是学什么的？我专业是学设计的。难怪呢，要求比较高啊，要求比较高啊。主要是我觉得他之前工作这方面就是太挑了，就是他每次就是说啊工作环境了，而且最重要是我觉得就是毕业2年到现在基本的人情世故他都不懂，他每次把自己当成老板那种感觉，就是说啊不是你开除我，而是我去开除你，包括同事之间他很多方面就是关于职场的规则他是不太适应不懂，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吧，他还觉得哎你甭管了什么那种，我就特别不理解，我俩就没有办法沟通。同事之间他让我给人家结婚的时候随礼，然后之后我就想，那人家结婚的时候随礼我给他随礼，然后我结婚的时候他要给我随礼，那两个就是互相抵消了，就跟没送一样嘛，没有必要，别来那些虚的。跟老板方面就是我去给他工作，我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后然后不就行了吗？还要跟他沟通什么呢？没有什么必要。不是，他既然就说在工作方面由着你自己的性子来，对吧，也就算了。就之前我记得和我闺蜜嘛，我们之前一块出去玩嘛，已经很晚了，我意思他正好过来接我了。我闺蜜一个女孩子家回家都不安全，对吧，我就说那个咱给他送回去吧。这应该啊，然后他俩人一起是吧？对呀、啊、对呀、啊、俩人一起，也不是说让他单独送，然后我就说咱一块送过去完事儿了，然后他过来就不顺路，然后我当时特别卡脸，我就觉得你送一下会怎么着，就这点事儿都办不到吗？我就特别生气。你也知道那么晚了，我们回家还得休息了，然后再有就是说真的是不顺路，一东一西一头一尾，就算我给他掏个50-60块钱让他自己打车回去都行啊，那没有必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我真的就不理解他这种思想，他不会换位为我思考一下吗？我让自己男朋友送一下他还这种态度，反正他做世界的中心做惯了，对吧？
总不能耽误我们的时间。你看，就他对我也是，之前有一次是我们几周年纪念日嘛，他说哎你甭操心了，这给我准备了好多惊喜。结果到那儿了，我们俩是当时我记得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那以后嘛饭店关门了。大热天的，就是本来已经坐车挺热的挺累的了，到地儿结果呢关门了。那个饭店之前我跟我兄弟们去过，就是去的前两天我还路过了，看那边还营业的好好的，但谁知道就突然之间就关门了，我也没有想到，可能是点儿背。您说第一次事儿就完事儿了嘛，然后他说去坐那个游船，就划船嘛。我说行啊，我问你跳定了吗？您告诉我没事儿，咱直接去那儿就行了，人不会太多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想第一件事咱已经就是吃饭咱没吃上对吧，咱为什么不提前订个票呢？他还是没有，我们俩排两个多小时的点儿，您说这事赖谁吧？就我说完他还总有一堆理由，我就特别无语。这个事儿还是确实说想的不太周到。他这种行为就是我会很累，我们俩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嘛，他是属于那种慢条斯理，然后呢你像叠衣服或者平常刷碗什么的，他就属于那种哎就在那儿一个碗嘛在那刷半天。在我看来啊，你做家务你可以热爱，但是你不至于很夸张的去，你叠个衣服叠的像军训似的那种很夸张，然后之后你刷个碗吧在那刷半天，然后再擦然后再弄，明明不需要把时间耽误在这些事情身上。就是我觉得他做事情分不清主次，就这些事情深刻体现在我们之前接单子也是，就是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接单子嘛，我们、那个、我就感觉首先就反正你那个衣服，他那个衣服他不是叠，是一团直接塞衣柜里了，衣柜一打开里边都跟馒头似的，这点我忍受不了啊。然后再有就是说刷碗，他刷碗上面刷完了他刷过都是油渍，那还怎么拿来吃饭呢？是是是，哎，你说说接单子，我比较关注，因为这个生活要可以慢慢的。对，接单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之前都是说做设计这方面嘛，我想着一块接单赚钱嘛。不知道您了不了解，设计它是分档次的，就比如说多少钱的价格，你是做多少钱的东西那种，就是你肯定，比如说钱多，你肯定设计的比较麻烦一点，对吧？完事之后呢，当时就是应该是一个大概就是百来块钱的一个单子嘛。他说他去弄，其实我俩接到一个单子，我们会把彼此的想法都会弄下来，是什么平面设计啊？还是对，做一个 logo 当时，然后之后呢，他把他的一个样稿图画完了，我把我的样稿图画完了，然后他就觉得他的样稿图肯定没问题，当时他画了一个多点儿，你就想想时间多长，我就觉得完全没必要，我当时就画了十来分钟、二十来分钟就完事儿了，结果最后呢，当时给客户发过去了以后，客户不满意。我最初跟他说过，我说用我的样稿图吧，他不听，他就觉得自己的好，结果最后呢客户不满意，最后之后还是用我的那个十来分钟做的图，人家客户满意了。我的意思是没必要就是那么复杂，你该正常做什么就做什么，你非得搞得辛苦半天，然后之后人家客户也不满意。对，理解理解，你要证明的是我比你好啊，就这个吗？对，他我就还对，自从上来之后，就一直在数落我，是我就感觉他特别自以为是，就自我感觉好像很了解我啊，但他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哟，你怎么会有这感受呢？就比如说吧，工作上跟领导相处也好，我的状态他是不知道的，但他总是感觉我工作上肯定是不认真做了。我工作上肯定是偷懒了啊！大数据来看，他两年老换工作，一直都不稳定下来。毕业以后，你就是换谁吧，他肯定也会想想，到底是不是你工作不认真，还是怎么着？就是我就想稳稳当当的，希望他有个稳当的工作，为什么就一定要这个样子呢？我回到家，我希望的是他给我的一些关怀，而不是先给我一顿数落。你看他的意思，感觉好像对我很好，对吧？就是说我不够体贴或者不够安慰，但您知道就之前嘛，他想要求婚，本来说好的是11月份求，结果呢他一直拖到了5月份才求，整整半年多的时间。我觉得就是你既然求婚了都答应我的事情，当时我都跟身边的小姐妹都说好了，最后一直等一直等，结果等了半年多。我当时啊跟他说的是近期我可能会求婚，我不会跟他说一个具体的时间，然后之后他就自认为的觉得哦那应该就是11月底了吧，他就去跟身边人说了，就他自己尴尬，那不怪他怪谁呢？我之所以到5月份才求，我不还是想好好准备一下，给他一个更好的求婚吗？准备的怎么样？我感觉他的反响好像不太好，但是当时在场的人都哭了，就他一个比较冷漠。问题是第一次求婚，然后我本来是满心期待的，以为11月份那块年底能求婚，但是这个事情你一直迟迟没有兑现，我心里肯定会有这个落差感。即便你第二次哪怕再什么，我心里还是会觉得
就是那种感受，我不知道。咱客观的说，他怎么求的婚啊？为什么在场的人都流泪了，你无动于衷？他当时唱歌嘛，他给我写了一首歌，但是吧，唱两三句完事之后，吧噔一跪，啊，嫁给我吧，完事了，戴戒指，结束了。那为什么在场的人都哭了呢？当时，主任跟您说，那不是两三句就完事了，我唱了最起码得有一两分钟了吧？虽然我可能是有点紧张，当时都是人，但是那首歌是我编的，从作曲到填词。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有吗？有这歌吗？我们能听听吗？现场唱呗。没心情了，我很生气现在。那么多事儿啊，唱，把他感动哭了，快，你看，乐的就等着呢，快点，好，来。看夏日淌过晴空的云际。听不见。那你过来。我站在这儿就挺好的。啊，不唱了。你看主持，他就是这个态度，我就。对吧，你声音大点，当时求婚的时候也是啊，声音不是小，本来就是人很多嘛，当时那环境也很嘈杂，然后碰到一块姑娘，你这一句话怼的我，要是我也不想唱，都张嘴唱了你还来句声音小，我们怎么都能听见呢？那可能是我的问题。那今天来干嘛？就是我俩的观点就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想结婚嘛，现在又很想结婚，那意思我觉得结婚的你肯定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对吧？咱也不是说大富大贵，咱至少能解决正常的温饱，就是先成家，直接说要求，直接说要求，就是我希望他能工作稳定，啊，再考虑结婚。哦，姑娘倒是要求也不高，只要有稳定的工作就行，是吧？对，再考虑。其他那杂七杂八都没有。杂七杂八就希望能成熟一点吧，就是希望他能懂一下职场规则或者一些基本的那些。就是房子彩礼什么都不需要是吧？啊，这个当然需要了。哎呀，我以为不要呢，原来当然都要哈。就正常流程走就可以，但是我更在乎的是他本身。不，先把这事儿说好。啊，这个我们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了，嫁不嫁？啊，可以考虑。那才考虑哈。就是没房没车没彩礼，嫁还是不嫁？这个有点难吧，因为本来现在工作也不稳定，你还没房没彩礼，那肯定是不行了。要是工作稳定了呢？主持人说了，稳定了没房没车没彩礼行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是什么呢？两个人可以先成家后立业，如果说那个结婚之后差点什么，两个人一起去奔，反正过是过给自己的嘛。其实以前说实在的，主持人，我也想过，就您刚刚像说他没房没车，我会不会跟他？我以前也想过，就是不行，后期我在外面就是努力工作什么的，让他顾家。但是那个前提肯定是我事业已经就是能照顾整个家庭。我问几个问题啊？你们俩当时是谁追的谁啊？您可以猜一下。我估计可能女生追男生的概率比较大。对，其实是这样的。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关系里面女生特别愿意做一个引领者和主导者。他这种性格让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还挺舒服，这应该挺听你话一个男人，对吧？就是这么简单嘛。确实。我老觉得啊，不是泼凉水啊，你这样下去你们这个婚结不了。就跟他那个求婚唱歌是一样的，我们就鼓励他，人家不就唱了吗？您一句话人家就真的不唱。你还想继续走吗？就是我希望看看他的态度，就是说能不能就工作这个问题就已经掰扯好多遍了。咱为什么不能去找一个成熟的稳健的干活不磨叽的利利索索同时又能听你话的男生？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身上是有我喜欢的点的，因为我的性格本来就是急性子，很容易暴躁没有耐心，但是他任何事情上他都能特别有耐心的去完成，我觉得这是我身上所欠缺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太会怎么照顾好自己，就是生活常识那种比较薄弱，但是他就是这方面就是能把我照顾得很好，这个倒是真的。这不就够了吗？所以还要调整啥呢？就是觉得工作这方面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他能多懂一些，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每次我俩涉及到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老吵架老有分歧，总是会吵。所以同行最好不要结婚，同行结婚老要把工作带到家庭里头吧，搅乱嘛。我其实真的感受啊，我说我真实感受啊，如果你不做一些改变的话，你们这婚很难结。你不觉得你特别像一个管理者在要求他吗？你现在还像一个恋人吗？你所有的要求是公司老板说，哎 ，HR 的来了，兄弟啊，注意好啊，团队关系啊，像吗？确实，对吧？主管来了，
这客户就$100的单子，差不多呼噜两下不就过了吗？你怎么就没过呢？像不像？但是有时候我够，你觉得这像爱人吗？就你看待他和给他所有评价的时候，哪一个层面是恋人的评价？我就希望我走的弯路他能少走一点。这是妈妈跟儿子说，儿啊，妈妈走过的弯路希望你少走啊。因为我觉得两个人，这是恋人吗？在一起应该是共同成长啊。比如说我踩过的坑，但是后来我可能就想明白，你踩过的坑是你踩的，你不可能带他踩完所有的坑。你觉得跟这么一个女性谈恋爱，你的感受是？压得我喘不过气。哎，早就该说这话，很多男生都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不敢说，留着什么时候说呀？娶回家了之后，很多女性就开始说了，怎么一结婚就变了？过去那是在忍，所以这样挺好吧，把矛盾说出来，看看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做一些调整，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六年恋爱，爱情长跑，有时候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时间过长了，经历的变数就会很大。你们现在两个人面对着很多的变数，女生说的没错，我们可以炒老板鱿鱼，但经常炒老板鱿鱼是不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但是从生活和恋爱来说，我能感受到他的压抑，他的苦恼。你看，你的女朋友今天在现场也数落你，那么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数落可能更多。另外在家庭当中，两个人连刷个碗洗个衣都已经成为了矛盾源，这样的一些缺点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生活的过程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激情没有了，心气没有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今后生活就是如此。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走到这一步，我虽然不忍心，但我还是想说，虽然是爱情长跑，可能真跑不进婚姻。因为现在你渴望着要结婚，但是你也看到了，你真情的表白，甚至自己去填词写歌，感动了围观人，为什么感动不了当事人？这是很悲哀的。这种悲哀已经注定你们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女生你有点冷，刚才赵传老师鼓动她的激情来了，愿意清唱，我都听清了，一个老人都听清了，一个年轻人你耳背吗？你非要说听不清，他马上说那你过来，这是一个温暖温馨的时刻啊，扭扭捏捏也过去啊。如果有爱的话，那时候可能他就一把把你抱在怀里，他清唱啊，这是多温暖的时刻。但是你拒绝了，这样的拒绝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要掂量掂量，能不能继续往前走。如果走不了，虽然六年，我们也忍痛割爱。谢谢。你有些瞧不上他，所以你一直是站在高处去看他的，你看到他的永远都是他身上的缺点，还有不如你的地方，所以这样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又干的是同样的工作，你总觉得我的比你的好，话里话外都觉得你不行，那工作不行，其他生活方面不行，然后就处处都不行，于是就造成了刚才那一个场景。他刚一张嘴你就告诉他大点声，因为在你心里你已经给他贴上一个标签了，就他什么都不行。你说让他把工作稳定了你再考虑嫁给他，怎么样的工作算是稳定？你得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吧。那在他看来，他觉得我现在挺好的呀，我还不稳定吗？所以你们两个人对于生活的目标和要求不同。第二点，说到刚才那个求婚时间的问题，
求婚这件事儿，它本身它的惊喜不就在于是在未知的时间、未知的地点，然后突然被求婚吗？我还给你预约个时间来，我告诉你，我大概会在11月的哪一周的周几跟你求婚，那你俩直接订婚不就完了吗？还求什么呀？多费这一道手续不累吗？而且求婚这个形式，你到底要的是这个人的心，还是要这个形式？如果你要的是这个人的心，他求或者不求，你们最后在一起，最终走向那个目的地是重要的。而如果你要这个形式的话，你换个人可能会给你更感动的形式。而那些在求婚当中，为什么当事人会潸然泪下，当事人会非常感动，是因为整个两个人在求婚的那个过程的那个状态是真的特别贴心的在一起的感觉。就是你能明白吗？就是我是真的特别想求，我也是真的很惊喜，而你们两个人像是完成任务一样，所以当然看哭了旁人，当事人没感觉。第三点也是其实你们两个人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小张是不太懂人情世故，甚至有些固执，然后坚持自我认知。你说让他改，我告诉你，他改不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到老了都是这样的一个脾气。我看不惯的事情我绝对不做，这是我的原则，这是我为人处事之道，你让我怎么改？所以姑娘，你要清醒地认识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性格，你能否接受？你能否跟他共度余生？如果压根你不认同这种价值观的话，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后面折磨的是你，你也改变不了他，然后最后就闹到两个人撕破脸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重点要想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就这样，谢谢。你们俩的关系就如同刚才你们那个唱歌的对话一样，听不见，你过来，不唱了，就是这样。男生在努力的去向你示好，你听不到，你可以走过去，你说我听不见。男生其实你也可以再大点声，对不对？他不就听见了吗？你非得说你过来，你也可以过去啊，然后就是不唱。最后有结果吗？问题解决了吗？没有。本来是可以唱的，可以回顾当时那种感觉的，本来就是可以让感情再进一步的，没有。你们在对待所有的事情都如同这一段对话一样一样。男生，其实我能深深地感觉到你的孤独，没有人能够理解你，老板不理解你，同事不理解你，就连我的女朋友都不理解我，你很孤独。但是这么一种孤独的一个男人，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却始终保持着自己一种孤傲。你明明不行你就说嘛，你觉得压力大你就低头嘛，你心中有什么话你直接就表达嘛，最软的地方是可以给对方拿出来的，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还要摆这种架子呢？你现在如意吗？为什么要在我们最爱的人面前去强颜欢笑，打肿脸充胖子呢？说点软话行吗？要想说硬话就得硬气。公司同事不来往，你只要技术强，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你不需要别人，自己就可以。老板让你干什么你不想干，如果你活好的话可以，老板就还得围着你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弱的话，我们就承认，别心里虚，外面还假装挺强。女生求婚不满意是吧？同意了吗？答应了吗？干嘛这么违心呢？你不满意可以不答应吗？再来一次啊。你说的只要工作稳定就行了，好轻飘飘啊，后面还有好多呢，彩礼、车、房子，你对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他能达到吗？你嘴上说的挺好啊，未来我主外他主内，但是你要的偏偏不是你说的。所以说真正要什么也要敞开了去说，真诚的沟通啊。这么一个现在事业遇到低谷的一个男人，你期待他什么？你要求他什么？他是吗？他能吗？他行吗？我们都说清楚了再来判断这段感情还合适不合适继续走下去。就这样。就经常有人问我说，两个有感情的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我就想到一个成语叫分道扬镳。
就是两个有感情的人真的不一定会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们志趣不同，目的不同，因为审美不同。我很难理解你，现在女孩真的熟得快，对吧？特别容易成熟，但是不是成熟就是对的。你会觉得说你不懂人际关系，你在职场上混不下去，或者你挣不到钱，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一定是错的吗？我不搞人际关系就一定是错的吗？这是审美的不同，他已经不再是你的审美了。我很喜欢一类人，就是明明这个事儿不需要精益求精，但我偏偏要精益求精。我的能力可能不怎么样，但我就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花两三个小时搞艺术。我跟你说，这个人不一定有天赋，但真的这个人挺值得人佩服的，人就是有这股气。你看你现在跟他的问题之间就在于你和他之间的志趣已经截然不同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观不合。三观不合怎么走下去呢？所以我觉得姑娘你也没什么错啊，不用指责他，现在就是目的不同。所以该谈的时候还是好好谈，谈到哪一天真的说算了受不了了，我们就各自告别吧，各走各的道路。兄弟啊，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就是人的生存能力，你看人际关系中的生存能力，靠天赋的生存能力和靠勤劳的生存能力。如果你人际关系里面生存能力不行，那请把你的天赋和勤劳用到极致。就这样，谢谢。核心就在这儿，有没有感情？有感情。感情纯不纯？特别纯。两个孩子有问题吗？没问题。成长的阶段不一样，谈恋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结婚就要出问题，因为要求不一样了。应该鼓励你啊，但是我鼓励不起来。陆琪老师是很善良，但是这样的，我作为老板这样的员工我是不要的，绝对不要。我先说明一下，就是你看清楚嘛，你看他刚才那么鼓励你，他做老板他都不要你，你问问他为啥不要你？为什么不要我？你看，就你这个为什么不要我就不要你？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协同性，融不进团队，你这在任何带有人际关系的公司里面，你都很难生存下去。也就是你做的东西就算再好，但是只要你没有协同性，你就没有办法融入到一个团队的共同创作当中。听明白了？行了，其他没啥，爱情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你先说吧。那个主持人能重新来一遍吗？不能。凭什么给你重新来？我希望你以后能多理解我一下。如果说我感觉在外面我遇到的压力，回家还是压力的话，我感觉我真的喘不过气来。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和你走下去的。我说一说我的想法吧。其实我觉得咱俩既然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其实你说不爱那肯定也不可能，然后我就是希望你能在生活当中，就是工作当中，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能稍微成熟一点，然后工作当中也是。想象当中都是希望说回家有个人倾诉，实际当你真的成熟的时候，你会不愿意把工作的上的事儿带回家，那个时候你就真的成熟了。你琢磨琢磨吧。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这个要预测一下，男出女不出，我觉得会双出的。双出，那男士会不会不出来啊？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开门。去啊。慢了，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哎，你能再唱一首歌吗？
对，这姑娘一直跟拍儿子一样在拍的。再唱一个。那你唱吧。随便唱吧。记得记词吗？那个词还就求婚那歌。我怕你词忘了。谈过情那个踏，对对对，不是。大点声音啊！忘。行了，可以回去了。想娶一个姑娘回家，这么点挫折都克服不了，你想想我这话，气死了！走吧，还要机会，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给你一把机会，你都抓不住。哎，我是真想让她抓住今天的机会，别让这姑娘跑了，你知道吧？借着这个现场一冲动得了，姑娘一点头，这事儿就算了。哎，来吧。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老伴去世之后，我感觉很孤独，一直想找个人作伴，和他相识，我想和他好好相处，但他特别不会照顾人。我一直没有结过婚，可能有些事情做得不周到，但是他总拿我和他老伴做比较，这让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我觉得他活得太自我了，总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也不懂考虑我的感受，和他相处起来也太心累了。他总说我不好，但我觉得他就是在拿我疗伤，根本就不是真的在乎我。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张先生53岁，来自天津跑腿；于女士59岁，来自天津会计。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认识有一年多，不到一年。认识的时候是说跑腿认识的，是怎么回事啊？前一段时间呢哈，我那个在搬家的时候东西挺多的，那个老张呢哈，他人挺热情的，正好给我邻居呢哈送跑腿的东西啊，结果呢他挺热情，他就给帮忙。哎，我觉得人挺好的，挺热心的，我们之间呢就留联系方式了。我们就一直走动着，接触了不到一年吧。啊，现在就算男女朋友？是。谁主动啊？我主动点吧。啊，看出来就是像您主动点，这个闷葫芦一样的。怎么样？相处这不到一年下来？挺拧巴的，他那个人呢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啊。讲什么道理都讲不通。哦，他怎么就拧巴呢？您说说。去年的时候，我老伴过世的。就是心里头特别的难过，他挺突然的走的，我就觉得那个心里特别空虚，住那房子挺大的吧哈，还那个特别害怕。老张呢哈，他是个独身，他自己经常的画画画呀，跑跑腿送送货什么的，在相处当中呢哈，哎，他在家里头帮我干点活什么的，一开始还认可，后来呢就不愿意了，就拧拧灯泡啊，换换开关的什么的呀。他说的他不是干这活的人，他是画画的手。我这双手是画画的，我又不是给你专门干体力活的，对吧？我总让我那当他老伴的替身，我挺难受的。我是来找情感上的那个灵魂伴侣，对吧？你也不理解我，总这样长期的总让人干没完，叫人喘不过来气儿。就哎呦，这家里有多少家务活您都喘不过来气儿了？就是我需要这个情感上理解的，对吧？他总是不太理解。行啊，怎么会觉得自己是他老伴儿的替身呢？我老伴儿在的时候呢哈，经常呢我们一起呢哈，和女儿一块儿旅游去，照了好多的照片啊，在一块儿就是那个游山玩水的呀。我总是沉浸在那个当中，还是有时候呢哈，就跟他讲回忆我以前的那些个故事，他就觉得呢哈，总拿我当替身，他就心里头不平衡。不是，那您心里要还有着那段感情，就先别开始新感情啊，您这也不对啊。可是我太需要陪伴了，就觉得自己太孤单了，也没有说话人。哎呀，就觉得哎，老张又是独身，哎，正好我们觉得哎，相处。行，听明白了，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走进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呗，对吧？但是发现相处之后，这人可能还，您觉得他适合陪伴吗？不太适合。所以拧巴嘛，啊，行。除了不愿意帮您干活之外，您觉得别扭，还有什么让您别扭的？
他有些个事情做的让我也不好接受。嗯，因为我女婿吧也是学美术的。哦，我们有一次在聚会当中呢，他喝得挺高兴的，挺开心的。嗯，结果呢就想把我姑爷当干儿子，他就觉得呢他们投缘，我就觉得啊哈我受不了。这有啥受不了的？我们之间在一块儿，哎，这关系，你说他不好好跟我走动，他认干儿子。我一看他女婿，我就想起我年轻时候的样子，但是没有想太多，他是不是想太多了？哦，您是不是觉得你们俩结婚那不就是，是吧？对。您大概心里没想过要跟大姐结婚吧？只是先相处一段，这结婚挺麻烦，没必要。您这一辈子都是单身吗？到现在？啊，对，一直单身，从没结过婚。没结过婚。谈过恋爱吗？谈过，但是时间都不长。就为什么就没结婚呢？我们这个世俗的问一句。我们年轻时候啊，就比较前卫，光想着，哎，自己为艺术而献身，光自己搞自己的艺术，没想到以后养老。您是为艺术献身的，还是以艺术之名在那儿行自由之实啊？我没有想太多。那就从来没想过结婚。就说只是羡慕别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踏入这个婚姻。为啥呀？没人爱您吗？没人想嫁给您吗？对，也是缘分问题。您就一直这个郁郁不得志。对。那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人欣赏您，想嫁您了，您干嘛还不娶呢？他总拿我当替身，我很不舒服。哦，行行行，听明白了。他现在显然看来就是处处呗，并没有往前走那个意思。是。您有这意思吗？我有。太着急了吧。嗯，再看看吧。嗯，行，那你有这意思觉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他除了那个跑跑腿儿，画画画，他还刷女主播，朋友圈里总发送美女照片什么的，我们有共同的好朋友，弄得我很没面子。现在你也知道，买东西基本上都看直播带货，像我穿的鞋呀、衣服啊，基本上都是直播带货买的，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跟那主播也没有什么情感上联系，对吧？就跟看电视剧似的。就跟看电视剧似的啊。啊，行，那您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做自由职业者。啊，您以前做过什么？有时我做美术书法，老师时间长，然后呢，有时间也可以跑跑这个外卖。就是您以前是当过美术老师的是吗？对对。后来怎么不干了？后来因为考研辞职嘛，然后就算毕业，因为去外地嘛，我又不太适应外地。您大概从多久开始就没有做美术老师了？我这个是间断性的，因为以前是那个事业单位嘛，在工作十年之后，我才因为考研辞职了。也就是说有小二十年基本没有稳定工作，就是画画啊什么的，只是兼职，看哪一个机构需要我还可以去接着教他。行。我觉得呀哈，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啊，他根本就不考虑他的生活、啊、万生的生活他不考虑、啊、他不愿意被别人付出哦，也不懂得心疼别人。那人家可不就这样吗？大半辈子都这么活过来，自由自在的。嗯，对对对呀、啊，那是您掉进了一个自由自在的陷阱里啊。画画的怎么样？画的挺好的啊，就是感觉还是没有责任感。你看前一段时间吧，他想办画展、嗯、我觉得他有这个愿望，我支持他，哎，积极的给他努力吧，领着我的女闺蜜好朋友吧一块儿去给他挑画去。结果呢哈，我那个好朋友看上一幅画，觉得哎这画挺好的，挺喜欢的，我就哎做主，我就说老张把这幅画送给我女朋友吧。结果他就不愿意了，弄得我很没有面子。嗯啊，就是一些他不太懂我们画家的规矩，就是说名家画画他卖画他都讲究平时，我们的没有名的起码没有什么功劳也有苦劳，也得收个辛苦费，我们要赠画也得有缘分的啊。行吧，听明白了。他呀哈、啊、就不办画展嘛，对，结果他自己又退了，他又不想办了。为啥呀？因为这个画画的他这个牵扯精力比较大，涉及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这个太牵扯精力了，我就想省点事儿，先轻松一点过过再说。再说我以前的画呢还不太成熟，因为与时俱进嘛，等过过再说最好。就觉得现在还没到办画展那份儿上啊。他没考虑成熟他就要办，
前期的投入场地啊，是沟通啊，费了好多的劲，他说不办就不办了，他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等于您帮他都张罗的差不多了，是吧？是是是。哎呀，等于大姐又给他当了一回经纪人，画展也没办起来，是这意思吧？是是的。哦，行，那你今天来这儿干嘛呢？所以我对我们这段感情啊哈，我就是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希望专家给我一个见解。不是你，那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朋友关系呗。朋友关系。对。那您现在是独居啊，还是跟孩子一起住啊？独居。那还是孤单啊？是。哦，那您是应该想奔着找一伴儿去的，对吧？没错。您是很喜欢他？就是说太需要人陪伴了，是这种心情。不不不，您要是这么否认他，那就不对了。嗯，就肯定您是喜欢他，看上他的，对不对？他也是个好人，挺老实的，也是。那您这来啥意思啊？让我们给他劝退喽，还是让我们给他劝他往前进一步？您得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呀？我想那个就是俩人往好处走，哎，走进婚姻。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遇到好多问题，好多矛盾，那个讲也讲不清，跟他道理也说不通。行行行，我问问吧，大哥。嗯。您怎么看待跟大姐的这段感情啊？就说这个大姐呢，因为她总是想着她以前老伴儿，距离产生美。我先哎，跟她分开一段时间。您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她从以前的情感里走出来了，对，您再来跟她谈恋爱？啊，对，她需要我。哎呀，您这感情说能放就能放，说拎起来就能拎起来，可以啊。你喜欢她吗？还可以。比较喜欢，但是他在感情上还是不是特别理解我，总是拿我跟他老伴儿比较。哦，行，那您跟我们说，您到这个岁数，您想象的这个伴侣是个什么样的，行不行？就希望是这个感情上能互相理解的，就像那个列侬跟大爷杨子似的。我的天哪，他要的是那种感情啊！行行行，那您现在自己住还是怎么？对，我一直单身未婚。父母还在吗？父母都不在了。您现在就等于一个人独居呗。啊，对。然后自己画画画，啊，跑跑腿儿。对。那您有朋友吗？有时跟以前的同学联系，有网上，有时微信联系的。那您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有朋友吗？像这于姐这样就算是朋友。他只算是朋友啊。您上一次谈恋爱是在多大岁数的时候？也就前一两年左右吧。哦，那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对方反正也40多，未婚，他自己干那种电脑耗材，自己组织一帮人，自己当老板。哦。然后呢，他一听我们家有几处房，他说得卖一处给他买辆车，其他登记结婚就不提了。你给他买了辆车？没有。就是母亲听这样的就别找这样的。哦，那个时候你母亲还健在呢？对。现在母亲去世了？对，去年去世了。对。家里有您有几套房？家里有3处房。所以您大概挺招人的，是不是？我倒没有，因为这个也是通过那个婚介吧给介绍的。明白了，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看上他了，老实啊。嗯，那您的想法是什么？不处了是吧？就是因为距离产生美嘛，先分开一段，然后有需要再联系。我怎么觉得好像这大哥是不太会处理这种亲密关系，他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呢，是吧？是，有这感觉吗？有，他是一个大男孩，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相处。哎呀，您这个词儿用的真准啊，他是个大男孩。嗯，行吧，让老师们帮帮你们吧，是，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哥，您刚才说画画的手不能干其他的活，这是谁说的？谁规定的？我也是一双画画的手，我什么事情都干，什么活都干。你说你现在这样的状态是为艺术献身？艺术献身没有这么献的。我也为艺术献身，但我也为我的家庭献身，为我的妻子孩子献身。我感觉这样的综合性的献身，它让我的生活充满了美好。我们不能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再大的艺术家他也要面对柴米油盐。
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去享受精神的快乐，我们艺术的追求，但同时我们也去品味和享受生活家庭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快乐。但你更多的似乎只是一意孤行的为了艺术而艺术。您刚才说画家有一个规矩，画不送人，我恰恰相反，我是把自己的画当成自己地里的大白菜，因为我自己种的，亲朋好友喜欢那就拿走呗。您想，您自己的恋人，他的小姐妹，您以这样的理由拒绝，你让他的脸往哪里放啊？很显然，这位大哥对人情世故似乎真的很莽然。但您刚才说有句话，大姐把你当成了她逝去的丈夫的替身，这一点我坚信是真切的感受。您的痛苦孤独都能够理解，你也渴望从自己的孤独和痛苦当中走出来，但是走进您世界的那个男人，你真的不能只是把他当成逝去的丈夫的替身，这样的一种寄托是不是显得有一些自私了呢？进不去，不想进，那么我们就友好的说一声再见，谢谢。两点，第一点，认清自己；第二点，认清需求。这个大男孩，我觉得这个时候让他去学会什么与人接触啊，处理这种亲密关系，从这个时候教也教不会了，就这样了。但是您，我想跟您说两句，您需要一个伴儿，这是个好人，但好人他不一定就是您的伴儿。您看您需要是什么？您需要一个是在您晚上害怕的时候能陪在您身边，然后呢还能跟这个人聊聊您的怀念，聊聊您和您老伴儿曾经那些幸福的回忆，聊聊您和您的孩子老伴儿一家三口在一起那些美好的过去。可是这不是一个老伴儿，就是现在的老伴儿他能做到的事儿，您明白吗？没有一个男人能接受得了你天天给我讲，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怎么怎么样，谁能接受得了？您不光需要一个陪伴，您是需要一个树洞，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所以第一，您认清您自己；第二，认清您的需求。您的这个需求不是奔着老伴儿去找的，也不是奔着再找一个结婚的老伴儿去的。我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去找自己的姐妹，把她们当成倾诉的对象，说，哎呀，你看我又想我们家那个老头了，对吧？说说这些话，等您真的放下了之后，您开始需要找一份感情的时候，您再去接触一位男士，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良机，也是您再往下走一步的时间，好吧？谢谢老师。大姐一直说我太需要陪伴了，说明你的故去的老伴对您太好了，照顾得非常好。之所以对故去的老伴的不停的思念，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代替的，替身永远代替不了正身。所以您要正确的审视接下来我要怎么去做。您总是活在过去，我们要往前看啊，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感情，我相信逝去的老伴也会期待你过得更精彩更好，对吗？而不是对他的一味的思念。您需要开心，您需要快乐，您要真正的摆清自己的一个幸福的价值的目标，绝对不是他。您压根就知道他肯定不能代替，一半可能都不如。他像一个大男孩，你需要一个大男人来照顾你，来懂你，对吗？对，那才是真正应该往下走的路。听清楚这句话好吗？谢谢老师。大哥呀，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看上大姐，只是想找一个伙伴一个朋友，咱就别呀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大姐一目了然嘛，就是在感情当中缺少一个陪伴，你给不了她的，没有人能现在走进你的心里。
如果您想就这么走下去的话，您真是不想找一个另一半的话，您就去找自己的什么笔友啊，或者是什么话友啊，都可以，交朋友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接近一个现在感情正极大空虚的一个女人，你给不了人家任何东西。相反，您抽出身来会很快，但是对方可能会很受伤害，好吗？大哥，就这样。什么距离产生美，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以朋友相处，这就是转身要跑，你知道吗？他发现你是认真的，他赶紧走。就是你在整个生活当中，你所展现出来的是，我有蓬勃不断的欲望，但是我没有承担责任的意愿。比如说开画展这件事也是一个欲望啊，我要开画展，是吧？你们给我去办吧。然后他去办了，办了办了办了，到最后你马上觉得我就不行了。你看你有承担任何责任的意愿吗？没有。你要的就是你们都帮我办好，不要来烦我，然后最后把我的东西去卖了，然后拿钱给我就完了。所以这一类的人，他在情感连接上，他不是不会跟人相处，他确实也不会跟人相处，但更大的重点是他不愿意跟人相处，他在情感连接上他不负有责任，他不认为自己要去承担一段情感的责任。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哎呀，这个人挺好的，挺艺术的，或者怎么样，我们还要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情，有没有心。他没有情没有心就算了，再孤单咱不能找没有心的人，对不对？他自己都没有心，你找他有啥用呢？你好好找你的那另一半去吧，好吧。至于大哥，在你的艺术世界里面好好的感受自己的艺术，尽早的让这个世界承认你，好吧。谢谢。哎，谢谢陆琪老师。我不想推更多的细节，不过就是个创伤性的事件嘛。这个事件完了之后，我没听错的话，先生走了没多久哈，一年多。嗯，你看嘛，前后脚嘛，就是我们如果从世俗的观点来说，那个情感我们也打一个问号嘛，因为这就是一个很应激的一个事件，人在那个里面有悲伤的情绪，有情感需要的东西，那都无所谓了。就是一点，如果您调整不过来，您就别新的开始。如果您已经调整过来了，你觉得可以开始了，那就陆琪老师说的，踏踏实实找一个喜欢并喜欢你的人，一起往前走就好了。不适合就是不适合嘛，您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您活在您那个世界里就挺好的，或者找一个能够感受的一起共游的人也行，跟他说再见，重新开始，也跟过去那段生活也说再见，咱们重新开始会幸福的，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你刚才听那个专家老师的建议，我自己也考虑了，这段感情咱们都没准备好，我觉得我心里头需要陪伴，也许我没站在你的角度考虑这些个事儿，没替你着想，所以说呢哈，咱们都自己考虑考虑对这段感情。嗯，我也感觉是这段感情也挺来之不易的，也需要再考虑一下再说。哎呀，请亮灯吧，我真的不相信您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这么木讷不善言辞，一定不。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一下吧，四个字，就此别过。双不出，双不出，双不出，双不出。看结果，请开门。他是一定出的嘛，这很正常嘛，这是真爱嘛，不过就爱上了一场这个幻觉和幻局嘛。我想跟他说声对不起，我们等于都没考虑成熟，没考虑好。不用说对不起，一个50多岁的人他能够承受这一切，还是不甘嘛。您想让一个浪子把一颗心系在您这儿，您想多了。我还是那句话，平淡的生活最幸福，
原来我的老伴对我太好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这么多年，他走了我真的特别的难受。行吧，自己走不出来。所以他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他是真的把他当成了老伴投射，所以他认为他身上有他老伴的优点和好地方，但事实上是没有。谢谢老师，谢谢你啊，谢谢老师，请回，加油加油加油，请回。所以什么的力量最大？逝去的力量是最大的。当一切逝去不能再回的时候，是最美的。本身有没有那么美都不重要了，至少它看起来很美。好吧，我们祝大姐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开心。啊，我们祝这位大哥呢，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